7月24日，艺人吴绮莉、黎燕珊等一众帅哥美女在奎勇出席《奇妙地势》夏日节目巡礼活动。活动中最吸眼球的当然是身穿比基尼的美女们啦，她们不但展示了性感火辣的身材，还玩起了胸部顶足球的游戏，博得了众人阵阵热烈的掌声。随后节目组还会安排了艺人们下水玩游戏的活动，问到吴绮莉是否会穿泳衣下水，她笑言还是不下水为好，以免吓跑了大家。没有了，我怕吓到大家，看到我太瘦了，所以还是留给其他身材好一些的女生下水吧。吴绮莉早前与女儿关系不和的新闻一度备受关注，其实当时对她精神上的打击还是很大的，现在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，不知绮莉现在的心情如何呢？我现在学习两个字叫放下，对，一定要放下，对，所以还是努力工作，不想太多。至于母女俩目前的关系是否已经得到修补，吴绮莉也做了回应。家人总会有好有不好，有好有不好了，就是大家要去调整一下吧。现在大人的沟通了，用大人的方法去沟通，就是好像朋友这样子了，就是跟以前有点不一样。